哟，大家好呀！不得不说，家里两只金刚的关系真的是越来越微妙了。因为每天中午的时候呢，我都会放它们在自由活动，所以 Easy 和 Gabby 除了在笼顶打闹之外，慢慢的就发展上了地面战争。可能把这种状态形容为地面战争有点严重，不过就像展示的这样。Gabby 忠实地展现了什么叫做"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战术。Easy 呢，则是大部分时间展现了一种能忍就忍的状态。不过，一旦 Gabby 走得急了，太接近了，Easy 也会杀一个回马枪。有的时候，Easy 也并不是想要过来挠头，只是笼上面实在是被 Gabby 烦得紧了，跑到我这边来避事。感觉 Gabby 呢，就是单纯的想和 Easy 玩儿，就 Gabby 总是会试探性的去碰碰 Easy 的手手。不得不说，Gabby 真的是在作死的边缘疯狂试探。Gabby 就像一个渣男一样，一会儿想要玩 Easy 的手手，一会儿又想咬我的充电线。还好就只长了一张嘴，这要多长几张？这我这边的东西可就保不住了呀！趁着 Gabby 不注意，赶快把 Easy 接到手臂上来。不过这可是 Gabby 呀，怎么能放过这个机会呢？这时候 Gabby 就会顺理成章地跑到我的手臂上，试图和 Easy 进行互动。拿一个之前的视频示范一下。之所以拿旧的视频呢，是因为后来他们两个在我手上互动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录，因为有一次在剑拔弩张之际，我把手机伸了过去。好不好？哎，不不，好不好？